水果冲金小辣椒试了个遍，终于总结出了最管用、见效最快的三个。榴莲法，在经期前3到5天吃榴莲真的可以有效的缓解痛经，因为榴莲属于热性食物，可以起到一个暖宫的作用。当我知道它是事实的时候，开心的快疯掉了，并且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疏通气血。穴位按压法，这个是跟一个老中医学的，你先把你的拇指都并拢，找到你肌肉最高处按压，这个地方叫合谷穴，实在找不到姐妹，我贴了张图在这儿，按压2分钟左右，你能感觉到非常明显的酸胀感。然后呢，你都再换一遍哦，来回的多做几次可以缓解痛经。如果和我一样就最近偏头痛，按它也管事儿。躺姿矫正法，如果此刻你躺在床上刷视频并且痛经，那就试试接下来这个姿势，它有那么一点不文雅的，我就给大家演示，画了一张非常形象的图。形象吗？要点就是你的腿这样的时候，你的脚掌要最大程度的贴在一起，并且你的大腿要一挨着床，吸气呼气，多做几次啊，就它好使是真的好使，但是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漏措施，这也别问我是咋知道的。